顺便偷偷跟各位讲，我一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一个月薪水多少吗？你们猜猜看。你去火车站坐一个月，感冒都比我还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 Robots。这张地图的名称叫做“逃离恐怖的超市”。我们逃离的地方越来越奇怪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连超市都要逃离是怎样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明介绍。超市的经理不再有顾客了，所以他决定封锁这个地方，并锁定现在所有的顾客。这样子呢，他就不会再失去客人了。让我们克服30道障碍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。你能穿越障碍并安全到达吗？轻轻松松啊，轻轻松松。哎，有个动画，好可爱哦。他点下了按钮，因为超市没有客人了，所以他点下了关门的按钮，好不好？门被关起来啦。那这里呢，看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关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来来来来 ，market， 那我们赶快逃离这个疯狂的超市，没有问题啊。那我们先溜了，要踩这个牛奶罐，对不对？很好，还有披萨哎，哎呦，这麦片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啊，牛奶哎，我最喜欢喝鲜奶了，太棒了，踩个记录点，很好，妹妹，我们一起通关 ，OK 啦，哎呦，差点踩到那个红色的条条，他脚怎么没了？他的脚呢？小姐，你的脚呢？他发生什么事了？他直接瞬间移动跑走啦。不对耶，欸，他在前面耶，他怎么在前面？他怎么这么棒棒？哎呦，踩到大便了，踩到大便了。等我一下啦，妹妹，等我一下好不好 ？OK， 好的，这关卡都是一样的啊。然后这边是要，走这里吗？看起来好像是哦。好的，我太聪明了，真的。啊，他连踩这个牛奶罐，然后跳到平台都有问题，是不是？那看起来我们是不能等他啦，他应该要玩两个小时才会破关。我们先走了。超市怎么会有岩浆啦？完全不合逻辑啊！哎，先生你好，他叫我们进去这个通风管里面，没有问题。我觉得这张地图跟我们上次那个逃狱的地图蛮像的，做得挺用心的。可惜这次没有翻译，我还要自己翻，讨厌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边有冷气，哎，好棒，最喜欢吹冷气了啊，溜了溜了。然后我跟各位分享一件非常非常悲剧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刚刚无聊啊，去看一下以前的影片，然后我发现我以前的影片竟然完全没有放广告，哎，我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？哈，哎，难怪我就想说，我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，为什么薪水可以少得这么可怜？原来是因为我自己白痴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可能20分钟、30分钟的广告，你们猜我放了几个广告？一个，好不好？就一个。因为我之前都是用那个什么系统自动放广告嘛，有时候他就给我放一两个，我真的是傻眼。不然就是我点进去的时候，有没有他根本没有放广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看一下那个系统提示，他说什么这部影片没有办法放广告，剪了30几分钟的影片，然后一个广告都没有，我差点就直接从我房间窗户跳出去了，真的。哎，这个妹妹跟上来嘞，原来我们的钱钱不是不见了，是被我自己笨死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超级笨的。顺便偷偷跟各位讲，我一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一个月薪水多少吗？你们猜猜看，6000块，好不好？就6000块，你去火车站坐一个月，感冒都比我还多。好险，我现在的广告全部都是我自己手动播放的，好不好？那不然我真的是要亏到死哎！我觉得我从开始到现在，可能已经亏了大概几十万吧，我快哭了，真的快哭了。麻烦有钱人赶紧捐赠我。好啦，没事，分享完我的悲剧了，那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认真的通关。这边有一个九宫格，好的，欸，找到前面的人了。然后各位你们看，不知不觉我已经到达18关了，已经在18关了，是怎样？这游戏也太简单了吧。才跟你们聊一件事情，我就已经跑到18关了。他叫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到那个塔的顶楼， OK， 这边轻轻松松。哎呦，这个，你们小时候有在幼稚园玩过这种球池吗？这种球池真的超级好玩的，以前我超喜欢玩这种东西的，我都偷偷的藏在这个下面，有没有？然后把女生的脚拉进来，强行的对她进行一波。哎，没事，不要乱讲话，真的，小时候不懂事啊，真的是不要再乱讲话。我们这一集开始到现在，大概短短的3分钟，已经跟各位爆料了两件事情啊，非常非常悲剧。哎，他们两个跳得好开心，我们等他们一下好不好？偷偷的观察他们，好可爱哦，这两个人好可爱哦，他们在干嘛啊？在给我打骑骂俏玩捉迷藏哎 ，Oh my god， 像极了当时我幼稚园的画面啊！等等就要把这个女生拉进去球池里面，没事，这两个人肯定是一起的、啊，来啦，我们就偷偷的尾随他们，哎、欸，进不去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哎呦哎呦哦哦哦，好玩哎、欸、好玩哎、欸，隐身术有没有？忍术球池隐身术，看什么？
他说：“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强奸我。”好了，我可以溜了，我可以溜了。偷偷的，偷偷的，人类观察家，我、哦、很棒哦，这两个很棒哦，不会拖累我的进度哦，很好。OK， 哎、欸、咻，好的，哎、欸、没有问题啊。这边这么高，可以没有问题。跳，哎呦，哎、欸、我这边视角有点烂，其实还有 Nike 耶，会不会告啊？啊，这游戏会不会告啊？他们都在干嘛、啊？在小小的通风管里面进行一些猥亵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还想色色啊？他们在进行火车便当仪式，哎，啊，怎么有人死掉了？他怎么死掉了？所以他会从下面重生？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完了，被发现了，我先走了。他们已经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人到底在干嘛？一直跟在后面，死变态有没有？我们先走了，不要再闹了。这门被锁起来了，从另外一边进去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又是这个，又是这个，好吃的沙威玛。我有看过你们留言啊，啊，有人说好吃，有人说不好吃啊。原来我刚没有踩到记录点，是不是？啊！我真的快被自己笨死了，各位，我快吐血了。我竟然没有踩到记录点是怎样？难怪我想说，我怎么都没有在前进。Oh my god！ 我一定是没踩到这一个。有了吧？哦，二十关了，二十关了，好羡慕哦！都有一起可以玩的情侣，我也要，好不好？我也要，都没有人陪我玩。啊！你们各位都看到了吧？这设计肯定有病啊！我明明就没碰到，那看起来是要走这里啊，没错啦，绕一个大圈，又是这个轻轻松松的跳箱子关卡。哎，我发现前面那一对情侣他们走得蛮快的，已经27关了。Oh my god！ 他们这个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啊，非常非常牛逼。那我们赶快追上他们。哎呦，啊，跳的小力点了，差点死掉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要搭电梯，棒！哎、欸，我也在二期嘞，他们在前面而已，他们就在前面的地方。这边有点细哦，把这个关掉。好的，轻轻松松。嗯嗯，哦，好细，这边有点小，可以。赶紧进入这个门啊！好的啊，听你的，林北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外面怎么是一片白的嘞？哦呦，还有电流极其棒，好嘞。轻轻松松，是不是过关啊？28关了，29关在前面了。这边还有青蛙过河、欸，哎，太可爱了吧！好怀念的游戏哦，青蛙过河。OK， 这里是要怎么死啊？完全不懂哎、欸，超轻松的，完全轻轻松松，我溜了。啊，他女朋友呢？他的女朋友抛弃他了。哦，太棒了！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的逃离恐怖的超市就玩到这边喽，非常非常轻松啊，越来越得心应手了，闭着眼睛都能过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